今天沙滩那么多人，准备把那几个石头全部讲完了哦。今天带了我佛山的朋友，赶海的，叫小西。哎，你好。他们一家人过来赶海，还有他老婆、小孩还在上面。先带他们在石头找一下吧，这边的石头很漂亮的，先逛一下。今天很多游客过来这个海边捡。过去看一下吧。如果你们以前看过我的视频，你就知道了。以前这个沙滩那个沙子啊，这么高的，它那个海流把那个沙子卷走了，只剩下这些漂亮的石头在这里，好漂亮啊！现在这个石头越来越多了。我看一下，不知道这个是哪个朋友的。大风骚扰，满满一袋啊！哇，漂亮。这个，哇，这个颜色漂亮，几种颜色，哇，白白，漂亮啊！他们这里捡得很开心啊，我也捡了很多漂亮的宝贝，你看，这个有意思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你看，天然的，这个可能有十亿年了。带我朋友过来捡螺，阿嫂就跟他们那几个小孩在沙滩玩，这里有很多螺啊，小心过来看一下。下面这里有不？捡大的可以了。哦。哇，我在这里发现一窝，我叫牛哥的粉丝过来给他捡。哇，有没多啊？多啊。杀一个就不要了。有蟹在这里捉过吗？捉不到。捉不到啊。今天没什么螺奖，我带小西过来挖多少螺。对的，哎，慢点慢点，哇，好大条，哈哈。我拔开一点，全部给你拔，这里拔完就可以回家了。这一条，哇，这么大，你看，哇，哇，它一出来了，你看，好爽。漂亮，耶、yeah. ！你们，哦，这一条超大的家伙，哇！在这边有很多那种来自地域的美食，不过在这里海流太大了，不好去挖啊，就塘里挖。其实，这个佛手螺就是这些生的石头缝。长得是最长的，你看，我发的这每一条都很长啊。这一种啊，听说在外面要卖七八百块钱一斤哦。做一步钱就发财了，这里值好几千块钱啊！你看，哎，这个不要动，啊，要动了，做个大，做个大。我没有密集恐惧症。哇，这个巨无霸，这个。小心，拿那个桶过来给我。好，这里全部都是钱的，你看。
害啊，刘哥厉害啊。好了，不拔了，留一点给其他网友过来的时候再拔。这里已经告示了，现在提倡不要铺张浪费。好了，慢点，我们过来看一下今天的收获。这里站起来就有满满一旁了，告诉了。不，今天的收获不错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放点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山河总是美好的，爱你们，拜拜。欢乐赶海没的啊，回去了，他们小朋友还在那边。